你以为这张牌僵尸就能挡住我啦？这期继续来挑战粉丝推荐地图国际服新地图迷宫僵尸，听名字就知道，逃出迷宫的同时还得避开所有僵尸。进入游戏后要记得拾取箭头处的定时炸弹，不然待会还得回来。接着就是走出迷宫，在转角第一处会出现大量僵尸，不过问题不大，都是一些移动速度慢的近战僵尸。淘汰他们后继续往前走，这里会刷第二波，不过问题不大，就他们这走路的速度用爬都抓不到你。这里好像是个死胡同，刚开始我以为是把炸弹丢在这里使用，结果发现好像不是。哦，好吧，刚刚好像还有其他路，现在就找一下看看哪条才是真正的出口。快去抢这个赫敏套装，输入这个口令就有机会获得。这是一套已经绝版的衣服，方法也是特别简单，我们在大厅打开活动，找到现实里的夏日福利码，进来后下拉到最底部，什么也不要管，什么也不要问，在输入框里输入这个代码南美小猴子8，每天可以兑换一次抽奖资格，既有概率获得赫敏套装，祝你成功。走着走着突然出现了冷坤，问题不大，一个疫苗扫射直接带走。就你这设定跟我开玩笑呢？太打脸了，没想到冷坤还有第二波的，而且伤害这么高。重新过来直接带走，然后我们继续往出口方向。这里能不打僵尸就尽量别打，浪费时间。接下来就加快速度，看看出口在哪里。终于找到出口，不过尴尬的事情来了，奇怪，我刚刚的炸弹哪里去了？回去刚刚的包里搜了一下，发现并没有。所以应该是这图有问题，重新开了一把，把炸弹带到刚刚的位置，安装炸弹。Bomb has been planted. OK 啊，大概等了半分钟左右，出口就被炸开了。直接走到尽头后获胜。你们有感兴趣的也可以试试，拜拜。